要这个没有？要这个没有？我来那边不能要。那正好，老郑给老郝去。这给你。好，就是。小好了啊。还有纯瘦的吗？我来纯瘦的。纯瘦的多花钱一头，你要啥有。我多少钱呢？啊？跟不有一样。有肉的。这我挑的小，一分多钱。这着急。没着急，要了。这要还有人要？有人要。给我吧，我给。大猪肉啊，都是外来进的，都有人要了。哎，有人要。 哎，稍等啊，大周你稍等，我给你腰牌拿完，行吗？换着换着。这哪来的？这腰牌不带点？你是文艺的，你拿什么过来的？啊，这腰牌。那肥肉干嘛？肥肉哪收？饭店收啊？饭店不收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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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剩这个我吧，剩这个不行，等我一会儿找啊，等我去，一会儿找，等你歇着，你过来，到时候我给你拿14份是吧？好，那个到时候我给你打过去，把你腰牌打过来啊，把你腰牌吃，你看他们都认为哎那个前肘子，但是呢。 它比后肘那啥点儿，那个瘦点儿，还有肘子没有啊？有的是，你要几个？啊，还有多少？这枣子的都不的。来一个，这个店主店的那没关系。店主店的。里边没有啊？一枣子是这样，都挤一会儿。我知道，我大哥说的，要20多就结是吧？就像这边的这点。要哪边，大哥？ 你说说，这边少吧？那旮旯那旮旯特难呀，那。就店主店，那没关系，里边没有，就进口这一点儿。他那湿的地方有，啊，这些多吧，大哥？要那边的都。这嘎不够20多一斤。中，可以。可以啊，这叫元宝肉，啊，160斤重吗？这得瘦肉不是？啊，12斤柴羊，大哥，你先少吧，先少我再给你弄点好的。 要的要腰那啥嘛，要的。再嘎中不？谁的打呀？要不要？少这，少这样要不？不要，还不要？再打，要不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看这锤黄瓜条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好，不要，要的那个，不要卖别的，要点五花，马上。给你走着来一个呀，来俩呀？再来一个肘子呢，走着再来一个肘子。 是那个什么？对，你再来一个前头来个后头。骨头你们干啥去？你要带骨头去吧。不要带骨头，剃了。哎，我听话。来，这个肘子，我先给这妹子要一肉。妹子75的中吗？多少的？哎呦。行，着急，感谢来。210，给要不然一。大哥中不？哎。哥，那你等会儿，一会儿就给你切。我等好几个了。行。 一会儿就给你弄，中不？匀你一块，匀你一小块啊！我说。
你给朱老板，你给你要吧。干嘛去了？拿去了。来，干啥去了？来，干啥去了？来，干啥去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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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啥去
247。那我那个不要了，我就要这一个多。那完没法，那不不是那一块儿，你整完了我没嘎。不，那完没法卖了，那我这那我这嘎的。我知道，不是嘎的。那我这一半吧，那我这一半。那你完你买这块退那块，你说我卖个儿子找个女婿来了，你说我退啥，你说啊，你说是不是啊姐。说方肉你站着给你匀你一半，省你要不了啊，行吗？一半这不够，那不行，那一宽一窄的，你咋着呢？你除非你下去再买肉了。一半张方肉不正好宽吗？可说的太难了，我拉了啊！那个张，我拉了，我卖人家了。宽吗？一半吗？没有余费，其实。你都拿着，行，都拿着，人家走呢，拿着，拿着，赶紧拿着。哎呀，等等。着急什么呢？人家都着急了，谁着急呢？这是二百几？247，搁一块要中吗？那是一百的啊，行，247，因为没敢给你凑，我250不好听。好，那他一会儿拿得完了。哦，等会儿吧，哥去。妈呀，你现在这整的呢？啊？是这个吧？忙了好久忘了是吧？还得我大哥提醒。啊，是吧？那小小子不行，一般的小小子不行。这个没有，等会儿。啊，新煤要吧？啊，新煤要。这一串儿，一串排骨都有几斤呢？28块。一会儿干啥？你给我撸了呗？我说转一圈儿，转前面。啊。我昨天说钱给你交了，也不要了。这个中吗？第五次了，来这是。那就来那个吧。你在这儿给我过来，给我留着啊。8块钱。排骨现在多少钱呢？啊？排骨20。73。这上这个有人要了。来一个。排骨没有了，大姨。没有排骨了。没有了。啊。猪爪呗，猪爪不累啊。我给罩上了。好，给这发上。啊？啊，是，我是的，还有两个来的要。你先我发钱。肉皮咋卖的？没有肉皮，是不是吗？4块。漂亮，都冻起来吗，老婆？对，都来买了，一斤了。这包领子拿上来。吃这个吧，110，多收钱。要吃。我一斤。我不知道那是压秤啊。几个了？两个是。啊，那这块还不够哎。肉多干净，大哥肉。对。我提肉还是你们上秤？啊，你腰吧。先数着数啊。我来两斤千桃呗。好，卷馅儿。好。这小馅儿吧，这条够不？这是千桃吧？千桃。我不要，这太多了，你这个主要就要两斤。要两斤呢？啊。就这个意思是吧？这些。这我要两斤。28块钱的需要不？用我脚下不？脚。709，后手是609是？咱用的那一下能行。609是？对。609。等等。这多是正好。695。五大脑子。哎。我的7-8分钟。要吧。行。
走看这些，走走走，哦，六磅，十几斤呢？二六八。好了。七幺零。这回来记，那是2块钱一斤，那事实的。没事，好的，都照着你这么。那时候肯定。还有猪爪子，对。一百上，4272。4137。4137，这是130。4137加130，你这儿。这是4273，这地真嫩的呀，我看看。累计的。不，你这地真嫩的，我问你，这多少斤呢？50啊。哦，那对应不是130吗？啊，对，我得来个计，完了不是4173吗？不是，你这个东西卖的是4137，对，4137加上这个的。肘子排骨，还有那肘子排骨，你真整，我拿肉了，到时候。那肉，还缺个排骨，肘子排骨。哎呀，家伙！那腰牌最近的。对，杀猪才多腰牌，对吧？给我来一块吧。哎，行。给我来一块。5斤，10斤。别着急。送一早餐也排不上。腰牌还能卖了吗，大哥？啊？还能卖腰牌？腰牌费劲了。我待会给我大哥弄完了吧。大哥，5斤1份，5斤1份。对，5斤，连这个。这不用，这条小的。哎，这些给我吧。班长，好，是在这吧。去点肉，给他那个钱给六。啊，行。这儿呢。好，90。啊，这就不要了。啊，这就不要了。不行。行啊。11块上来。还要等着18，从18一斤开始来，到20了就下去。那个超市给关了，是。微信收款4260，微信收款90元。来给了啊，这个。那就来你那个呀，那个都啥的？还不够啊？啊？差不多，还不够呗。30块还没弄完呢，是吧？对。对，19。就你走完订这个还没弄完呢。19.9。